文，我就是凯文，和凯文一起玩吧。每一次的朋友，全部一起来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凯文和游戏，我是凯文，我是可爱小凯文。今天呢，我要和小凯文一起玩，这是我的意大利面游戏哦。哦，意大利面，你请客吗？你赢的话。好啊，那我们这就一起去玩意大利面游戏吧。哦，一起出发。谁想和凯文一起玩呀？我呀。凯文，我就是凯文，和凯文一起玩吧。意大利面，这个怎么玩呢？你看，这明明是意大利面啊。这是怎么玩的游戏呢？给你说明一下吧。这里有可爱的叶子，上面有意大利面，对吧？是啊。要把这个意大利面一个一个拔出来。这样的话呢，顶不住叶子的重量的话，叶子就会掉下来。啊，这个小人要是不会掉下来的话，就是赢。哦，聪明的。那我们开始游戏吧。小剪子布，哥哥要拔出来这个。哦，等一下。你做什么呀？哦，他躺下去了。我拔了一根出来了。哦，好简单呀。很简单呢。还能这样把就放在玩具旁边的拿下来吗？不可以吧？有什么不可以？好吧，该我了。现在叶子勉强的挂在了意大利面上了。呀，屁股都快掉下去了。哦，屁股已经掉下去了。你要小心的从背后拔出来呀。我就是这么拔出来的呀。啊，小凯文，你太卑鄙了。真的要这样拿过去吗？哥哥还是会拿走紧贴在叶子身上的意大利面的。小凯文，好吃吗？不好吃。这个也要调味之后才更好吃的。不能拿走那根。好了。哦，小凯文，你要这样做的话，哥哥要拿走这里的了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以后会更加的紧张的。哦，是吗？有可能吧。给我做了。好了。哦，该拔哪呢？啊，小凯文，这次我们来个特别的玩法吧。特别的？可以啊。给对方选意大利面。可以。石头剪刀布。哦。拔这个。这个吧。简单的呀，第一次呢一般都简单。你来吧。这个。对呀。简单吧。哥哥做哪个？哥哥呢？现在拔这个。这个。是的。实在是太大胆了吧？这个几乎要全部倒下去了。我可以用筷子吗？不行。啊，不应该这么玩啊。是吧？哦，我来了。哦，好了，该你了。做这个。这个我的手伸不进去呀。真的吗？那这个吧。一定要挂住。啊！快掉下去吧！来呀！出来！掉下去吧！小凯文，谁告诉你的呀？我是自通，我很聪明啊。哇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呢。我来帮你选一根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。这个，哇，太过分了，这不能移动的呀。还没有腿，没有掉下去呢。你的手已经触碰了。小凯文，看这个！为了小凯文呢，哥哥准备了这些蛙卵。这次呢，我们不能让液体掉进这些蛙卵里面哦，一定要不让它掉进去哟。那么，如果我赢的话，哥哥，你会给我买意大利面吃吧？那如果哥哥赢的话呢？小凯文请我吃吗？不行啊，轮不到我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赢了两盘。哦，那么即使我赢了，也得我来请客吗？
丢了，我就把我的巧克力给你，把包子给你。那刚好能把巧克力当做点心呢。是啊。哦，很好。那么从谁开始呢？从哥哥开始。哦，不行，这次我们比试是不，只有赢的人做怎么样？赢的人。知道了。石头剪子布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猜拳完全很棒。我要做了。继续发扬光大。石头剪子布。石头剪子布。石头剪子布。哦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最近怎么了？哎，又输了。野地不要动。野地。咻，这次拔两根怎么样？赢的人拔两根。赢的人拔两根。是的。石头剪子布。哦耶。这个我要做别的。把你刚才抓住那个。一个。哦。通过的。对，你原先抓住的。哦。哦，他肯定很疼，他的脸。野地。是不是想仔细观察一下蛙暖呀？所以他在认真的观察蛙暖了。好看吗，野地？真会想象。好的，输的人做。石头剪子布。哥哥都能用拔出来的意大利面做面条了呢。哦，那个做给我吃就行了。哦，是个好主意。行。拔出来了。哦，两个。输的人做吧。好吧，我这次不会输的。谁知道？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。快点吧，快点取出来。这里一个。就这么轻易的拿起来的？两个。这都是这里的意大利面呀。好吧，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。野地重新站起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只胳膊掉进去了。哦。小凯文，什么什么？小凯文，小凯文。哦，他的脚放进去了。只是把脚放进去而已吗？这次要彻底掉进去才会输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的。比石头剪子布，输的人来。石头剪子布。哦，好奇怪呀。哈哈哈哈哈！等等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进去？现在只是有脚放进去的是吧？事实如此。别掉下去哦。两个，好奇怪啊！现在只有一只脚没有下去，挂在面条上，这也没有结束吗？一定要玩到底啊！我们要玩到底吗？这次赢的人来。好的。石头剪子布。哦。你来冲面条吧。啊，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奇怪了。都是我来做吗？应该把你刚才做的面条啊。知道了，我用这个。非常完美的冲出来了。不是，只是破了脚而已啊。哦，真的好可爱啊。可爱是吧？哎，真的是很可爱啊。哥哥，你看他多可爱，他的嘴里有什么？可爱是吧？哦，好吃吗？哥哥，我们快去吃意大利面吧。好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去吃意大利面吧。太棒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和小凯文一起玩了，这是我的意大利面游戏了。看，小凯文玩得好开心吧？非常开心呢。凯文，下次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哦。朋友们，再见。